哇，真的没有哪个女团，就是我看他们视频的时候，就全程，就是也不是全程吧，那大部分时间都是很高兴的，就是被他们的笑容给渲染，就让自己心情也很好，真的是很少的能让我心情也变得很好的一个女团，所以我特别喜欢看他们的视频。看这个 moving camera 也还是有点乐趣，就是有他们就是有特写了嘛，还挺好玩的。 OK， 就这样吧。 Thanks for watching. See you next time.